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在主内平安。我是万金圣母圣殿的修女，欢迎你们收听耶稣加油站。当今世界实际上正面临着疫情带来的巨大黑暗，我们的许多兄弟姐妹也面临着生活中的艰难处境。然而，让我们不要失望，而是要勇敢地与照射在我们面前的耶稣之光一起前行。因为主耶稣自己在福音中有提醒过我们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。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金句，若望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。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。因此，各位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加油。只要我们愿意与耶稣在一起，我们什么都不必怕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光明。有他在我们生命中，黑暗不再覆盖我们。让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祈祷。上主，世界的光，请你来照耀我们，帮助我们以信心和希望面对这黑暗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是永不熄灭的真光。阿们。现在我们用一首圣歌一起来敬拜他。谢谢大家，祝有平安。